鹏鹏，咱俩摘菜。摘菜？这么听，何老师确实是湖南人。那个什么呢？吃吃吃。啥车？出租车。出租车上。比如说我一说台词里边有这个出租车，出租车啊，我就去说啊，那一辆出租车。你看这俩，一个大哥一大姐。上车吧。啥车？出租车。出租车上。不打车。啥车？出租车。出租车。啥车？出租车。出租车。啥车？出租车。我只要一说到吃吃车就完蛋。